有变化，春天或母亲哈，咱咧日头请爷爷，真正中中午的紫外线，我拢敢若徛面顶，但马上就抓出来我的汗。哦，抓对，我昨昨暗想讲安尼，我今天买讲你的汗老师来要抓出，用抓咧，用抓，欸、拜托诶、欸，我想讲哦，四日诶，即摆油拢起价，我出门徛着两日的乌多麦，滴着这个安全套，咩安全帽？安全帽，安全帽，对不？嘿，滴咧滴咧，徛咧徛咧，安尼真正咧，吼，你看咱这拢重诶，吼是，对不？等于甲穿个洗头毛咧吼，我甲你讲，等于甲穿是洗头毛，等于甲穿胸裤，干嘛咧做请伊啊？先洗白布，咪先洗，先洗胸裤，胸裤洗完杜兰花。电器甲开落，电风扇甲吹落，还是晒太阳晒了，不是迄半暝啊，爬起来，爬起来多咧吹厕所，那感觉唔对，唔对档安尼，但迄个愈加愈寒，愈加愈寒，哦，那穿啊是透早尔，我加咯，这温度马上降遐尔啊侪，对啊，对啊，昨天跟今天又差很多，真的，你看我们今天又全部武装哦，对，那有听说啊、那个还会更星期日，哈是。礼拜日又搁气温又要搁飙高啊！这有影无？这连咪连咪六关，连咪降低，连咪降低，连咪搁飙高。咱这一般的凡夫俗子，这个平凡的肉体，拢会了禁不住。嘿，啊，所以恁家己自己保重哦，吼。要住，刚才咱家讲自己保重尔啊。每一个人的敏感度无同款啊。我有人天生。天生拄拄只帅哥，人伊都袂惊啊！一年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对伊来讲拢是夏天啊！啊，你无共啊！你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对你来讲拢是冬天啊！你家己无感觉吗？我冬天，舞台顶个大部分拢安尼。好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恁爸教恁娘，甲你生落来。即马咱这个家己诶，这个哦爱顾好嘛，是大人，干毋免为咱烦恼。所以无论是寒甲咻咻叫，还是讲热甲哈哈叫，伊拢尽量会当卖疼就卖疼，尽量风若卖吹，伊就卖吹，对，哈，拢上右干道出路未通安尼啦。所以恁拢冬天啊。啊，我无共啊，我是四季分明啊，我嘛是四季分明的啦。啊，你太有，有啦。欸，你卡到是电呢，电七讲你就讲白话。哦，有嘛，我无讲白话啊。你蒙上蒙良心，我蒙啊，蒙啊蒙。好啦，谢谢那非常高兴哈，在今天跟我们现场这么多的朋友哈，当然来看请爱用到咱的佛光，将准时天神来拜拜，新的年度绝对会当我你个运旺旺来啊哈。来，今麦我钱钱过来干拜。好，继续买多情玫瑰。我想讲你也袂记，我就要跟你改结婚啊你。你讲那你刚刚做你袂记，我刚才我收起来。卖收，你连刚刚卖收，袂使啦。我甲孙哥考验呢，这个小花代志，我甲孙哥会甲你处理到舒适的吼。你敢互你邀看卖啊？有一个人啊，总是为爱无理，找无你啊，阮的心在哪里？你在你的心里，已经难得一个你。万年大富大贵，有情的人啊，总是为爱无离别，找无离别，阮的心在哪里？你在你的心里，已经难得一个你。含泪的玫瑰，总是含泪开始相思悲。Thank you.
你讲话嘛。哎，你敢那原地舞，右脚左脚，有没有学新的？有更新吗？更新呀。科目三哦。科目三。嘿嘿嘿。啊，是咩？阿妈跪他，咁想要表演一个。你哪不去？你哪会？我会当给你机会哦。那个我不会。你这榜上的大舞台，咁不会表演。那个我不会啊。你不要。那个我要交给那个我们专业的来。哎，你跟我白怂嘞。但是我感觉伊个难度较少哦，很像以前的迈克杰克森，有没有？他好像空中漂移。嗯，是。我体重的问题，我就漂不过去啊。漂不过。我也漂不动啊。你也漂，你可以。哦。你爱气化嘛呀？哦，气化嘛呀。毕竟咱即马这个行业舞台顶，我辣妹又去做侪啦。哈是。真正，较侪过猫仔门，做竞争的啦。对啊。你若讲为着要破家己的路，对无？嘿，你都爱有改变。啊，这个改变就是甲跨出第一步，哦，跨出第一步，心情较冷嘞，哈、哦，过来有较巧嘞，哈哈哈哈哈。我若想巧，你肯定嘛讲袂掉。我真心不骗哦，真心不骗哦。是，嗯，对对。